我哋而家嚟緊嗱，市民好擔心，即係好多信息尋日流出，相信大家都聽到啦。即係唔同地區會有機會有紛爭，嚟緊所謂嗰個光復元朗，唔好再講講光復呢度、光復嗰度。你會唔會呼籲白衫嘅人唔好再咁樣去打市民？我唔係呼籲白色衫人啊，我係呼籲全香港人啊，無論你著西裝又好，係咪？因為你叫衫又好，你冇同黑衫握手，你同白衫握手嘛？咪同你講，叫你叫啲白衫人唔好打人咯。黑衫嘅膊頭添，你叫啲白衫人唔好打人啊！你啲都係老友嚟嘅，喺立法會裏邊我都有偈同佢傾，我都係一樣搭緊佢膊頭，係咪我同佢一齊咧？係咪認同佢嘅概念啊？唔係噶嘛，係咪啊？握手係咩一回事啦？我而家仲係攬住你膊頭添啦！我做社區工作嘅，唔該你，任何人我都會接觸。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七二一事件好唔好啊？首先你停止曬所有光復行動先啦，朱海弟。你有冇叫阿林鄭月娥馬上接受五點訴求啊？而家總商會都講咗啦，已經停到。總商會都已經出咗聲啦。朱海弟，你又冇把握？香港嘅精英已經出曬聲。停止曬，停止。唔係，首先你呼籲，同全香港嘅市民呼籲所有停止曬所有嘅光復行動先。講呢句。特首都冇呢個，我點可以？你呼籲啫，我話叫你呼籲啫嘛。等下先，我朱海弟，我係冇可能。你呼籲我覺得人民出嚟示威，呼籲大家停止呢啲光復行動。人民出嚟示威，出嚟光復，絕對有正當性。啊，點解唔可以遊行啊？光復絕對有正當性。點解唔可以遊行啊？光復係咩意思啊？點解唔可以遊行？咩叫光復啊？遊行咯，裏邊係有呢個含有呢個暴力嘅元素。如果唔係光咩復啊？你攞支電去光啊？咩光咩復啊？嚇！你唔好搞亂，你攞個光復系統啊？啊！太陽能啊，傻嘅光復係咩意思啊？市民，你讀，睇到政府冇解決問題，你讀歷史出嚟示威，你讀英文，你點會唔知道用詞啊？光復裏邊係有暴力嘅事件㗎嘛？任意去打我哋嘅時候，我哋甚至有自衛嘅權利。停止所有光復事件，講呢句，講啊！而家對住鏡頭講，停止呼籲停止所有光復行動先。你就係嗰個香港一再打嘅暴力嘅煽動者。我係一個地地道道嘅中國嘅香港人。騎劫啲鄉事派。你呢就唔承認自己係中國人。唔該你啊，何君瑤。你亦都係搞香港嘅本土主義。你係港獨嘅支持者。係啊，你啲帽子扣到我十層樓咁高都解決唔到嘅問題。老友，你同大家講講，作為議員，最驚係咩啊？停止曬所有光復行動，好唔好？讲，快啲讲 ，look at the camera。如果话俾大家听，停止所有光复行动。呢个快啲啦，老友，你讲啦，你连对我一个 ，speak it out， 你连对我讲啦，连呢句都唔够讲。我话俾你听，所有白衣、黑衣人，大家停止，唔好对垒，唔好做一啲以民公民嘅嘢。而家朱海迪话俾大家听，停止一切嘅光复行动。老友讲啦，快啲啦！何君瑶真系讲啦，你真系好可笑！讲啦，点解唔讲啫？嘿，真系离晒大谱啊！朱海迪系完全支持光复行动同暴力行动，大家镜头呢一个我俾咗机会你都唔讲。我哋喺镜头睇到之前嘅光复行动，未必次次都暴力嘅。你着嘅衫仲系着黑衣嘅？譬如你仲系着黑衣，唔紧要啦。而家你认为白衣已经代表一种意念，黑衣又代表咩意念咧？我只系话俾你听，你唔好净系咁样嚟。李华智公，你问我会唔会要求白衣人停止？我话无论你白衣、蓝衣、西装系咩色都好，停止一切嘅暴力行动。呢个系我嘅精神，系我主导。而家我想同阿朱海迪讲，德昌俾佢。呼籲全港而家即刻停止所有光復行動，好冇？停一停，諗一諗，我哋有一個叫做咩咧？呢個示威嘅休餘期，停一停啦，好冇啊？講啦，快啲！一日政府唔去正面回應市民嘅訴求，示威你會繼續光復同埋用暴力，示威絕對唔會停止嘅。唔該，我暴力繼續會用煽動暴力。朱海迪咧一開始都譴責咗暴力，都叫即係啲人唔去襲擊你個辦公室。唔好講嗰樣嘢啦，德昌。而家大家咁樣勢成水火，咁大家停一停，分開好唔好啊？好唔好先？呢個咪好啦。你哋以為好嘅時候，你唔好去呢個將軍澳，你唔好去元朗，你唔好去觀塘，唔好去黃大仙，唔好去。其實如果大家去，大家冇暴力衝突咪得咯。嚇！其實如果大家去遊行，我咪講咗咯。冇暴力就最好啦，係咪啊？係咯，咁而家嘅問題就係，你都知啦，佢哋全部都係話和平示威，最後就係咩招啊？咁所以咪停一停佢咯。而家啲後生仔去元朗大街站連動場，點解我個黨支持啊？就係因為你啲黨友啊，呼籲人啊，將個黑衣人啊，尋日我咩黨友？邊位黨友？我唔知啊。總之有嗱，咁講，我嘅辦事處。
我咪话咗唔好咯。被认为，被认为政治暴力。而之前咧，谭海邦出咗个通知，话俾大家听，何君尧嘅荃湾办事处喺边度？嗱，呢个问题我会追究，我亦都会报警。好，警方嗱，你认为谭海邦唔系你嘅老友得，唔系你嘅党友，你而家同佢割席，我明白。佢做错咗，你即刻同佢割席。Well, that's your choice， 你嘅选择。但系我会话咧，就系话任何人渲染暴力系唔啱，同埋做呢个刑事毁坏都唔啱。我所以我俾个机会你，而家第四次，海迪话俾大家听，停止晒所有光复行动先，好唔好？你唔好再用呢一种咁嘅行动咧，挟持咗我哋嘅年青人，将我哋香港一齐压落去个赌注度，继续令到我哋出血，唔好啊！唔好做呢啲嘢得唔得啊？我系要求呢样嘢，你到现在都唔肯讲，俾晒时间你答。一日个政府唔肯去回应市民嘅诉求，唔肯去面对，又系继续佢嘅政治责任，独立调查委员会唔单止查六一，语言艺术查埋七二一嘅事件，支持暴力，唔肯撤回呢个法例。唔肯釋放啲被捕人士，市民點能夠釋放被捕人士？大佬有冇搞錯？而家你做法官啊，你做 DPP 啊，擺到明傷咗人，擺到明嚴呢個刑事嘅毀壞，你叫人咁啊？你要放人，如果唔係繼續嚟光復你啊？哇！你都得喎、啊，你係立法會議員，喺個帶入將暴力帶入議會，而家由議會裏邊仲擴大百倍，然後就攞翻出嚟社區，你簡直係人渣！兩位今日咧表達清楚啦，嚟緊咧嗰個光復行動咧都可能會繼續去到元朗嘅。今日多謝曬兩位，你不配做我哋嘅議員啊！你都唔配啊！